那个都中午了，胖胖昨天晚上那个猪脑壳东西吃了不？猪脑壳要炒海椒才好吃的嘛，屋头海椒都没得了，中午还不吃猪脑壳哦？没得海椒，我去热。太阳太大了，要到晒伤。来。你穿这么厚不怕中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快点把猪脑壳捞出来。关龙，猪脑壳是把肉拼下来，那上面那个核桃肉啊，巴适得很。你莫光得得很，你跟别个说话，那个猪脑壳啷个卤的噻？猪脑壳除了水扣，用卤的包，卤上两个小时，再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是吧？猪脑壳切成片儿，不要切得太薄了哈。材料很简单哈，拍过的大蒜、紫姜、大葱、大量的青红椒，卤好的猪脑壳，下锅之前我们提前调个碗汁儿，加点酱油、香醋、白糖提鲜解腻，鸡精、胡椒粉儿，锅烧空气下海椒干炒，海椒一定要干炒一下，它才能充分的释放香味儿，炒到嫩程度就可以了。热锅凉油下几个花椒爆香，嘎嘎放进去。快速翻炒，加大蒜儿、紫姜、大葱，先翻炒几下，加辣椒，淋入碗汁儿，翻炒两下就起锅啊，不要炒久了。这个菜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是下饭真的是巴适得很。把那个猪耳朵还有瘦肉，跟我老汉专门做了一个凉拌的啊。我不管，光那个菜我都可以下午晚饭了呀。那才是猪脑壳的天花板吃法。你吃啥？这都是天花板了呀！哎，最后吃的晚了。那个明天吃啥子？有啥子吃啥子。那边的吃鱼。你安排我啊。